射星座容易心直口快得罪人，哪一种星座最容易一开口就得罪别人呢？你有在研究星座来认识人？你知道跑捷运门的时候要往前不往前，其实个性很明显。我看过这种人，我就好奇怪哦。我觉得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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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可是检察官干嘛？你干嘛研究人家？我就喜欢研究人呢。你怪啊！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